电磁辐射包括不同波长的电磁波谱，其中包括对于地球万物至关重要的阳光。根据能量的不同，电磁波的用途也不尽相同。无线电波让我们互相沟通，分享信息，微波可用于烹煮我们的食物，红外线照射可使我们感到温暖，可见光是我们生活的照明，并且对食品生产也十分重要。紫外线照射令我们晒黑，还可为我们提供可强化骨骼的维生素 D。 X 射线可用于诊断并治疗疾病，还可用于我们行李的检查。伽马射线则用于给医疗器械消毒。利用 X 光和伽马射线的辐照还可用于处理食品，选择合适的波长和辐照剂量，这些射线可以防止蔬菜发芽，比如土豆，并且保持食品的新鲜和口感，并且消灭调味品、肉类或海鲜中的有害细菌。它们同样可以防止新鲜的水果蔬菜可能携带的昆虫传播到世界各地，并给环境和农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。食品辐照包括利用电磁射线或电子束照射食物，在适当强度下实现能量转换，以达到期望效果。这是一种冷加工法，因此调味品会保持它们独特的风味和香味，而不会因加热而被破坏。它还可以避免对化学方法的依赖，例如为灭杀细菌、昆虫或其他有害微生物而使用的化学熏蒸或农药。此外，这些辐照射线可以穿透包装，所以食品在处理后可避免细菌或昆虫的侵染，并保鲜更久。食品辐射提供了一种避免使用化学品和高温处理的方法，它保持了新鲜食品的质量，减小了食源性疾病的风险，并防止全球贸易过程中外来害虫的传播。